料理大赛。是的，非常感谢各位在每天准时的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。今天呢，在我们后面已经有两个人准备要出现了。是的，他们俩呢，其中有一个在我们节目的播出到现在的还没有出现过，第一次来啊。他即将在四月下旬，即将办他个人非常重要的演唱会，公蛋了。欢迎曾雅文、蔡昌宪，欢迎两位。上雅下文法师，这个在我节目播出已经七年了，是就迈入第八年。在这个时候，如果节目播得不够长，我想我们一辈子都见不到面。哦，上雅下文法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关于这件事情，你怎么讲？跟你比较熟啦，我都吃素啦，所以就对。难道我们不会做素菜？20多年了，对对对。没办法，像庄严的，不是开玩笑，对不对？感恩。以前最少一开始是初一十五吃，还是一开始就已经全素？一开始就全素。哎呦，就是一开始那个机缘是你吃到荤的会不舒服。不是，我是想要不杀生。那不杀生，你在节目里面打很多人判出局也是杀生。没有判出局啊，我都希望说给他们一次机会。哦，转不过来了。分数会比较严谨了一点。我的第二段那个换气啊，你有没有在看呢？我发落你发落惨了。哎呦，这次演唱会要来了，4月26号、27号一定要去，就两场。26是晚上，那27是下午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为了你，我们节目整个做了个大转变。哎呀，功德无量啊！功德无量。已经听说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一阶段我们今天不得了了，8分钟豪华素菜。应该没有看过吧？没有。不要说你没看过，我们都没有看过。真的。我们欢迎曾牧师。欢迎。被你叫做麻香山药菠菜。哇。听起来不错哦。你可以吃麻椒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花椒可以。对。花椒、辣椒这些都可以的。我都吃麻辣锅的 ，OK 的。8分钟准备，计时开始。好了，香菇的部分先大概切一下就好，因为这个大概把它打成酱汁的。大概切的不仔细干嘛？香菇打成酱。对。不，你还是要保，因为我要出去里面烘。打烂它，对，没有听过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是盐巴，这要煮什么的？煮菠菜为什么要加盐巴？色泽会好看，然后也可以先入味。那煮菠菜的时候一样，茎的部分先进来啊，不用切哦，不用，因为待会要做造型用，整根这样哦。小虎，你人怎么那么好？干不了。我们现在做一些尽量做鸡蛋，鸡蛋鸡加庆有余嘛，对不对？我就跟雅文在一起，那不是开玩笑的。不让他知道一下我这么直接怎么可以？来点香油，来点香油，再加香油，还有7分钟。哦，那这个部分的山药片先处理，因为它们还没有熟。哎呀，这是有生食条件的山药，对，这是日本山药。可以，菠菜可以，全部捞起来，好香哦，太容易熟了，什么很香？香菇很香，花生进来，花生啊，干辣椒进来，哦，一点花椒，把那个全部打碎，对不对？对，哇，那你这个营养价值太高了。哎，你平常会用一些干香菇哎，今天都花椒只有一汤匙就够了，这样，我差不多放一半，你也不要太大汤匙，都不用油啊。不用，本身花生就有油了，对，香油香油，对，哦，花生本身就有一些坚果类都有油，对，还有6分钟，香气出来之后，我们把它拨进来，香菇也熟了，烫着下去打，这个叫豪华素，绝对有它的效果哈，是调理机，酱油，少油少盐，好不好？加酱油，只素不荤啊，来点酱油，然后来点水，我这打出来的酱就厉害了。这打出来酱绝对厉害，糖哦，对，糖太重要了，好，不然会太腻。加糖，两茶，芝麻也加了吧，哈，芝麻还没，白胡椒粉，芝麻，加它一大汤匙，差不多了。刚的干辣椒大概有多少？干辣椒差不多是半那边的三分之一碗左右，三分之一碗，一小把。下注，哇！打烂它！哎，我们都这么卷啊！
再卷。拿出来。如果我家里没有这个竹席子怎么办？其实家里是可以需要，没有的话你就用保鲜膜可以。我有可以用保鲜膜。对。哎，为什么？凸出来，因为你要它平均嘛，这边凸出来，然后再把它折进来。哦。对，然后你就把它卷起来。真的。去这个小佩服。出水最好的做法，然后加。哦，你要加整个水的全部。哇，好赞哦！如何？有点做菜。乌。乌。嗯。可以拿走菜先。泡菜锅，什么都是大锅，全部炸在内的，对不对？他喜欢吃辣的，难怪我今天做这个辣的辣的。把它切开，这些部分是不要的。哦，菠菜很好啊，被绑完之后感觉很好吃。被绑完很好。哦，碎。对，白白多好看，这样就漂亮，对，这样就有商业价值。最可怕是这个酱，一分钟到，它的酱很厉害，哇，你看这酱，你看，哇，你有吃过那种麻酱面吗？哇，对，有，太猛了。你有吃过一些很浓郁的泡面吗？没有，而且放上去感觉很像那个乌尼耶。哎，吃素不能讲这种话哦。阿尼，你讲，还得五号加你，五号加，还跟五号加你，加你，哇，好漂亮哦，这样的颜色，因为滑口度才会惊人，因为它菠菜会有点涩，有点涩，应该不会。这个菠菜会涩。倒数十秒。全场倒数十秒。哇！哎呦，就搞就搞哦！哇！好，完成。麻香山药菠菜，时间到。完成。好厉害。有豪华感吧？乍看你会以为那个酱，以为那是乌泥，以为，但是它不料是刚才这么多东西先加热炒过之后打出来的酱。嗯，好了，麻香山药菠菜，准备，请出题。好的，山药营养丰富，除了号称对男性性功能有帮助之外，没有想到山药竟然还有什么特殊的功效。A. 外敷治脚臭 ，B. 内服治口臭。我觉得应该是，不要急，冷静，我们要先退群。只有赢的人才能说我觉得。哦，是这样的啊。啊，你很幸福啊！啊，你很再来，你来没有吃过五星级料理吗？有啊，对有啊。他很久没来，很久没来了，很久没来看医生了，很久没来了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上来宾？不给他很多包吗？他是我的队员，他是我的队员。所以我要呛，就先呛在前面呢。请你不要这样对我队员。两个来宾准备，准备好。耶！耶！对了，对了，好，兄弟，气度心，气度心要赢了。哦，我一定要加杯丢了。平常我对你也蛮照顾的。不要这样，老师。你刚刚我吃便当，我可没有。对哦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来。对哦，你想不到吃素也会恐吓。有，剪刀石头布，小时候布，只要布。拍水哦。老师不小心的。老师拍水。对，好，不一定会对的。怎么样？你是有脚臭还是有口臭？制作时先从我觉得开始，预备，起。我觉得哦，我觉得应该是，我觉得不太可能是 A。为什么？因为脚臭感觉怎么可能外面抹一抹就会好？那个一定。谁说的？傻傻。脚臭就是抹一些软膏之类的，比较快好。所以山药像软膏啊。对，山药正要讲，就是外面勾勾啊，就感觉里面没没的，勾不勾勾？你可不可以对我队友好一点？自言自语，因为感觉滑滑的就进不去，就是那个，哎呀，反正就是 B 啊，你觉得？我觉得有可能是 B， 因为山药不是有那个植物性荷尔蒙吗？哦，那因为口臭可能是生理什么调节上，还是什么原因，所以才有口臭，所以有可能是。你们答案是口臭，口臭内服治口臭，答案是好，现在是 B 内服治口臭。哎呦，为什么？好了，山药常被当成可养病强身的药用植物，有益气健脾祛湿的功效。吃山药可以增加脾的运化功能，治疗口臭的效果显著。是啊，它不可能是外服，因为山药就跟芋头一样，碰到会痒。哦，对呀，忘了。那请用。
用。对对对，山药在那个去皮的时候会。你们两位这边请。还谁啊？我们到那边看。好了，你们用了，我两斤的那种。我说我们吃，我看你甩鸡蛋，我就不让你吃。老师，我没有很想吃。阿基斯的豪华素菜让曾雅文和蔡昌宪的心结意外浮上台面。豪华素菜，大概菜名叫什么？珠联璧合，喜滋滋。看起来这个手呢，已经营养相当的营养了。这豆仁跟香茉炒香了以后呢，起司混进来，鲜奶油进来，松子进来。哇！好，这把起司跟这个松子的味道就结合了。哇！哦，好起司。美国一项的研究发现，每天早餐之前吃30克。我们猜我看你甩鸡蛋，我就不让他去。老师，我没有很想吃他。你吃嘛，你吃嘛。啊，你没有很想吃，你就要选 A 啊，没有想吃。哦，好滑耶！哦，好香哦。嗯，那酱会辣哎。对啊。麻辣。很酷。但是它不会那种很辣，它是主要是香气。老师，这个酱你会喜欢？嗯，很香而且麻辣。因为真的很滑哎，我不太喜欢。我不是那么喜欢嗯。花生我会长青春痘，我觉得这样不适合。而且会让人真的会有点错觉，好像在吃海带，因为它勾勾的。有没有？因为通常日式料理就是会乌泥配山药。口感很像，真的会有错觉，味道非常好，不一样。嗯，相信你吃就好，不要想味道。就拍果了，我是干嘛？吃东西的时候不要讲话嘛，是不是？好好吃哦！拍果酒轮一拍过，你啊，过没过就拍掉，你明白？哎，拍手啊！谢谢詹姆士。现在他们得一分了，是，对吧？这是一分嘛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就是像这样的内容还不止一段，还有一段，好，好不好？我们继续加油。等一下换我来猜猜，这样好不好？好好。等一下呢，依然是八分钟的豪华素菜，另外一位当然就是阿基斯了。来，有请阿基斯。好，现在是八分钟的豪华素菜，大概菜名叫什么？珠联璧合，喜滋滋。猪哦，珠联璧合，喜滋滋。有猪哦，猪是猪是什么猪？就是大猪小猪的一盘，珍珠落玉盘的珠，这个是一道在喜宴的时候吃素菜呈现的。哦，不过我想先请教雅文，蛋奶素 OK 吗？对对对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珠联璧合，喜滋滋，怎么做？来，请开始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这边活着啊。不用放油，因为素菜还是要偏清淡。少油啊，那如果是快的话呢，就油炸一下就好。就有些素菜特别。对对对，那我们现在呢？快了。对，我们现在油火候呢不要太猛，是就这样子炒。松子呢，把松子油炒出来就可以了，但是不必擀，你们不要紧哦，边挂哈。边挂。嘿，你尽管边炒，加个盖子边焖呢。它炒到锅底出油的话，它就熟成了。是，它五味形容有汤哎，然后那再来的话，这个是锅巴，是，哦，给泡起，这锅巴跟它动作起来，假崩米，假米泡啊，那个假一泡啦，哦，嗯，结果假一泡哈，那我开油锅。啊，这一点点的姜末，因为素菜的食材属性都偏阴凉，我们把它调整一下，稍微炒热一点点。嗯，这边四个蛋黄，加一个全蛋。四个蛋黄加一个全蛋，要做蛋酥。对，做蛋酥啊，做蛋酥。蛋酥卤白菜那个蛋酥嘛。对对对对，蛋酥。啊，免放盐哦，叫做免放盐。那今天这个手呢，真营养，相当的营养了啊，相当的营养。啊，就是会在这个蛋里面加油吗？要，一定要加油。好的。你要特别容易在化在水油锅里化开。对对，它会特别焦糊。对了，加搅匀加碎了。加油才会焦糊。对，那个视觉跟口感特别的透。对。啊你。这个是土耳其小白菜啊。土耳其小白菜。对对，一般的话。你在高档的西餐厅里头，生菜沙拉，嗯，看到会呈现，嗯，现在菜刚刚的白菜，但是咱无遐幼丽啦，啊，但是这个一个缺点，微微的苦啊，
但是微微，如果你吃到有苦的话，就表示恭喜你身体很健康哈。哦，如果吃得出来那个。对对，如果该苦不苦的话，你就有问题了哈。哦。好，那我有一个面呢，稍微焦焦的啊。哎呀，六分钟啊。好，六分钟，接着下来一点点的水。水当中下盐巴，加盐巴，一汤匙。对，盐巴进来了，甜豆进来烫一下。甜豆超好吃的。对，甜豆完了烫一下就好哈。这么快啊？很快，它很快就熟。那因为我们在炒的过程当中呢，动作也没那么快，它还在焖的过程里边哦。来，那我现在来，我们就蛋叔，那个锅巴先来。好的。还有五分钟现场。好，来哦，哇，自己在握，看起来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哇，米汤哎，这个是米汤哎，这好高级的素菜。可是程序就复杂了一点，对，不会啦，只是过油的做过油的功法而已。冲几条抓进后，这个锅巴的料哈，我把坑的抓来，再小起油起来。嗯，好，那接着下来，来煮一锅哈，我这边的油差很多，四个蛋黄一个那个，然后拌一点油进来。哦，来，那现在哈，把这个漏勺拉高。哦，这个好玩。哦。帅哦！那因为蛋黄的程度呢，浓度比较多，所以你在炸的时候啊，它会比较酥一点。嗯。但是现在下锅不要急着去搅拌。哦。因为你去搅拌的话，它会变紧完了。阿金嘛，去松要嘿，拨一下就好，而且拨开它就松了。是是是。老师，你想做这个吗？我不会啊，怎么可能会？在家里很难做啊。对，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不会。现在放了，现在倒在里面了。对啊。哎呦，我操！好吃，我那表情很辛苦。我以后有你懂哎。好吃到冒泡，你啊！太伤心。哇，好香哦！我刚刚那个反应蛮有门。还有三分钟，来哦！哇哇。哇，好碎，好碎，好妙哦！好碎，好碎，好碎，奶油，好像在洗衣服哦。好，那现在不要浪费这个油哈，大家跟说我哈，油滴我打正经点名，看蛋饼啊，你吃这吼，有旁边还过五样正经吃熟啦。啊，其实炸蛋酥油温要高，对不对？中温油就好，太高也不好。是是是，160。那现在来姜末进来。姜末。所以那剩下的油就够了，剩下的油就够了哈，剩下的油就够了。那么把姜末炒香，那么甜豆仁进来，进来的时候不要下调味料哈，已经很够了啊。好，那这个甜豆仁炒香了啊，炒香。老师这边打？没有，这做法好大气，这洗面菜。对。一点点的水就好，不要太多哈。嗯。哦，阿舅妈，甜豆仁跟姜末炒香了以后呢，来，阿舅妈注意火哈。好。我这里起司粉进来。起司粉。鲜奶油。鲜奶油进来。都是一大汤匙。对，松子进来。你不用勾芡了，起司进来，它里面就会收汁了，哦，浓稠就上来。哇！啊，这把起司刚才这点松子的味道就结合了，哇！你休假吧，哈。哦，好起司。好，那么收汁的时候，先把火关掉。火关掉。来，我这把准备装盘。好好。好了。超快的啦。现场一分钟倒数。哎，来注意看啊！好，来来啊！哇！哦，最后真的是哇！哎呦，好香哦！好嘞，那现在锅巴，哇，打上去！来，谢谢陈哥，来。哎。哇！大气！哇！
锅巴，它一层一层的。啊，你等一下吃的时候呢，等一下吃的时候哈，你就由下往上捞就好了。由下。那么一点点的白胡椒粉、椒盐。好，那现在盘子擦干净。哦，这个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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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摆盘真的是一门学问。嗯，所以摆了就高档，对啊，豪华，这个价值好像莲花一样。哇，这个已经不行了，这已经看到不行了。哇哇哇哇哇！醉啦！好，完成了。然后整个都是原味，啊，恁家咪食的时阵，对下骹豆啊，恁有气势的咸，咸倒起来，好啊，用菜油啊，恁包咧食，一根一根食，安尼就会使。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这个猪年必有喜滋滋，赶快吃才会喜滋滋。来，题目是：美国一项的研究发现，每天早餐之前吃30克的松子。竟然可以帮助 A 巧巧多排30%的宿便 ，B 陈哥可以减少30%的饭量。蛮奇怪，人家女孩子，应该换一下子。干嘛讲人家宿便的问题？奇怪，人家男孩子这样。你吃很多，大家都知道。可以减少30%的饭量，还是多排30%的宿便？哎呦，它可以帮助消化，就是。好，准备裁决，换我来。好，你啦，我，你去啦，我不行啦，你来啦。我怕我赢了又不好意思。没关系啦，我们要赢得理所当然，好不好？可以的。哎，起手，不。哇，我要投降了！来打拳，你好会打拳哦。哎，他很强的耶。小巨蛋，你不用来了，真的不用了，谢谢。帮你猜吧。哎呀，究竟进退两难的蔡商线会答对猜题和张亚文结下梁子吗？超爆笑的精彩内容，转台可就看不到了。第二段达人决定赛，扯成包润饼，大受旁人风凉话，和达人现场做示范，却让一旁的蔡商线想点餐。达人做什么呢？轮边搞，大概几片要开始做？两片啦，两片嘛，对啊，可以开始包了。花生，哎，金龙花生，蛋酥一些哈。还有顺序问题吗？没有没有，随便你。那我的不要香菜。我不要包那一些的。陈哥，你要包了。包的跟糯米饭团一样。来包糖的，你自己拿放。你们现在说话很会讲，现在。哎，起来走，不。你丹妮不用来了，有点重了。因为它油很多，所以应该是宿便。哎，是这样吗？对啊，油吃太多上厕所不是不好？没有，油吃多你反而会排便呢。可是因为有一点，像我们去吃那个什么火锅，吃油一点的食物，你反而会拉肚子啊。麻辣锅也常拉肚子。但是因为有一点油，所以可能就它吃起来会。比较不会想饿啊，就不会。吃油哪会不饿？你喝沙拉油，你还是会觉得饿啊。哦。对。谁喝沙拉油？我跟你说，油这件事情，它并不会让你觉得不饿。那所以呢？那我觉得是 A。好，我也选 A。好 ，A。多排30%的宿便。是。如果他们再答对的话，2-0，我们就很难。那他答错呢？他答错的话，我们最后我们可以吃吗？我们就换我们吃哦，真的。然后我们就拿一分哦，好。所以如果是他们答错，多排30%的宿便，答案是陈哥减少30%的分量。好，对，谢谢。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，松子它含有一种元素，能够促进生长和抑制食欲，体重超标的人呢？每一天早餐前只要吃一把约30克的松子，可以降低一天37%的饭量。正确答案是 B。
什么感觉啊？好滑，很滑。哦，里面太饱了，太丰富了。杏仁有香口感，对不对？嗯，做得很甜。珠联璧合，水滋滋才对。可是好水，其实你刚刚没有调什么盐味什么？没有，其实有咸啊。几乎就是原味。对，就是吃原味。就它本身的原味是。对，那甜度的来源，甜豆仁本身的甜味，你可以去其他调味料，你都不要放。哦。对。蛋的鲜，甜豆仁的鲜，对，哦，这都鲜，嗯，哇，水分补得满满的，蛋珠好香啊，嗯，对，哎，你看到甜豆仁很贵，对，甜豆仁超贵，刚刚那一大碗，老师谢谢，老师你要多吃一点，你这么会吃那没补一下，辛苦，那就算了，嗯，哦，重点是它里面所有的料。各有各的味道都会跑出来，感觉好有层次啊！那吃起来口感，味道很有层次，是这样子没错。目前平手了，对，然后下个单元是达人指定菜，嗯，好，哦，哎，哎，是要公布的，对，其实也没有关系啦，达人指定菜对我们来讲太容易了，嗯，这东西是什么？看着就要做，好，两三分，拉大距离，直接三分啊。今天基本上赢了，这个就赢了，只是说他的拿锅子的数量差多少而已，是拿一只锅还是拿三只锅，差别就这边。好，是做什么呢？现在，哦，轮饼搞，轮饼搞，轮饼，阿是轮饼买给你做，很牛，直接东人哦，全部都直接对，现场直接拉皮，最难的就是那个皮了。你觉得在《行人道主厨》的节目，会比说谁吃的米吃的多吗？好好好，其实可以给你看的，还蛮好玩的。掌声给阿金师鼓励鼓励。谢谢阿金师，谢谢阿金师，谢谢。好，那达人指定赛要做润饼喽，准备 go 就各位。润饼的台已经准备好了，嗯，这一组呢是钢铁的组合，哦，美云带着他亲爱的宝贝，所以叫云青，哦，对不对？他来操作一个饼皮，那边来操作内容，等一下呢一样两个人。我们大会规定啊，是2014年教育部颁发的，你们待会呢有来宾负责做饼皮，对，我们来包，好，5分钟看能包多少，嗯，那他们看看他们速度大概怎么样，内容如何，看一次操作一次，好吧，好，来准备，现在计时开始，5分钟，干嘛人家要计时，他们干嘛？我看做一个做多久，云青超强的嘞，你做多久了已经？大概每一年都会来吧，对不对？每年都来啊。哦，就跟候鸟一样。而且他们用那个弹下面，对吗？先来包一个。要不然就专注在做那一锅就好了。感觉好烫，冒烟了。而且好像太烫了。那美云姐大概几片才开始做啊？现在可以。两片啊，两片嘛，对啊，可以做啊。这边可以做。可以开始包了。两片皮哈，刚好，我要。他说等一下，如果一片皮很厚，就放一片就来。花生，哎，先用花生，蒜酥一些哈，然后豆干，它有顺序问题吗？没有没有，随便。那我的比较像菜色。我不要包给你吃的，示范。我没有要包给你吃的。但是你不吃香菜，就我受到我家里的影响，左右边，哦，左右边，哎，出外点，出外点，还是会吃，但是我不会，我就是如果自己要吃的就不会吃哦，把它压紧哦，哦，哎呦，吃的时候才不会掉到，哦，香菜我忘记包，跟你的，也不是没看过，2分35秒，所以呢，这个5分钟，我们应该做2卷应该是没问题，哦。多5分钟应该做2卷，5分钟应该可以做到大概5卷。5分钟做5卷，哇！你们以前的记录是5卷的，有吗？有吗？有5卷，所以有分漂亮吗？他还是会评分呢，对啊，好不好？那猜拳呢？猜拳来决定，你们猜，决定先做后做，好，好不好？哦，来，你来猜拳，我猜啊，哎，你可以，这应该也不会影响到什么。赛鬼，赛鬼，来，准备，剪刀石头布，你真的好会猜。可是这个没关系，你可以先看我们怎么做，你们等一下会更流畅。好，先做。我们后座，我们后座，你们先坐。一共没啊？没有，没有，先坐。你们决定啊？我们决定，我们决定。长庆，你自己看，你要不要去小巨蛋？你自己决定啊。我不想决定这件事。太多事了。
那你讲。泡过。好像人很敢的。泡过伊啦，泡过就好啊。哦，这很难呢。第十颗颗，平常心，小心烫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哦，有哎，不错不错，抓起来抓起来，对，抓起来抓起来。哇，开上开上。哎呀，想要做出一张完整的饼皮，除了保持平常心，看来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哟。小小包润饼自卖自夸，却遭到詹姆斯狠狠吐槽，而时间迫在眉睫，陈诚队却是大乱阵脚。美玲姐对你的要求就是你能包起来就好。对，哎，连包其实就不容易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快点，快点！我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另外一手，另外一手，两个，两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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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另外一手，另外一手。我没有皮可以做，交给交给你。那皮弄好就可以给我做。对了，对了。抹大一点，再抹大一点。哎呀，这太烫了。对，太烫了。抹抹，把它刮掉，刮掉，刮掉，快点，快点，刮掉。修修修，交给。啊！你刚刚那片可以的，那一片。我陈哥，你要包了。越做越顺手了。你太小，你太多，你脸小，你太多，等下包不起来。你就让他放嘛，他就是他每次都放很多。哇，我天，好，慢慢切 ，OK。哎，说得对，说得对，不错。快快快快快！哎，对，快，要闪，要闪，要闪的。好，给我一个光。哎呀，闪了闪了！闪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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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还有三分钟，加油！快！太难了啦！哎，连包其实就不容易，也不容易。中间那个，中间那个。哈哈哈！偷工减料。对呀，包的跟包一个细长，跟糯米饭团一样。快快快！再包长的，变吉拿棒。你们先拿，不然的话我会讲的。现在，你很记得他。六个，好，六个，好，六个。哎，你包得起来就好了，不要太多。现在美玲姐对你的要求就是你能包起来就好。对，对呀，对呀。要求并不高。哎，这卷很漂亮，你要握住，你不能放开。一片的，帮忙包。哎呦，不错哦，越来越像鬼。好，加油！哎呦，加油！那也叫顺吗？加油！终于很成功了，好漂亮！杨卷，给他放下，帮我帮我帮我这样，什么东西什么东西？换身换身！我来了我来了！找位置包，找位置包，对，那两卷嘿。指标速度要快哦，速度要快哦，快快快！另外一手，两手，另外一手。我老师超会卷的，好快！好，三卷了，倒数三十秒，快点，三十秒，再帮你卷，三十秒，快点，老师加油！你们这组啊，完蛋了！你们，我跟你讲，有压力，有一点压力。我来，我包个六卷给你看。预备，好，现在快好了，快好了，好，有，计时开始。我要破破破！不要，还有一点，快点，让我赢了。
再破，再破，再破，再破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我这紧，我这紧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破破，不要破不要破，哎厉害哦，可以了可以了，三张三张好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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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啊你，不是啊，三张不好用，让你拨开啦，好来先先先拿过来，可以包，快快快，小乔包快点包快点，我现在要求完美，好不好？对对啊，超新的胸肌还是蛮强的，嗯，小乔哥哥，杰哥，小乔以后不要拿护照，小心小心。捡什么？捡什么？好，塑料袋，塑料袋，塑料袋。你们好一面的，好头脏哎哦。加油加油！好的，旁边的旁边的可以进来了，哦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一卷一卷。谢谢。快点快点。我这个很厉害。对，两手两手两手。加油！塑料袋，塑料袋，塑料袋。好，定给。陈小姐，你做六张，我可以包，我可以包得完。好，等一下，啊，现在几张了？现在才两卷，两卷。我两卷而已啊，哎，已经做两卷了，那太快了啦。快一点啦，再来多一包就可以帮我包了。蔡健，我要忏悔啊，忏悔心太轻了。对对对。快点快点快点，三卷三卷，再加快，现在两分钟，两分钟两分钟，这我的呢，这我的，哎，还不来呗，快点，两手两手两手，他现在就去了身体呀，加油加油加油，给他上上啊，有有有，好。是已经讲了，这个还不是一样吉拿棒？对，我每一卷都像吉拿棒啊，我长一样。桌子有够脏的，你那不能用了，太脏了，那不能用了，对不对？不行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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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塑胶袋塑胶袋塑胶袋，好，加油加油！小乔，快快快快快，几卷了？时间剩下30秒。真的，那我再包一个好了。快点，快点！你俩都已经两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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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手。过去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可以，可以，赶快包，赶快包，下下来包。速度快，速度快，塑胶袋，塑胶袋。这是小乔和蔡昌宪，可是配合的天衣无缝，竟在短短5分钟内包出了8个润饼，这是否会使目前1-1平手的战况往小乔队一面倒，让翟雅文跟程程眼睁睁看着他们把锅子带走嘞？让你意想不到的精彩内容，广告之后我们马上揭晓。三立都会台。这个一个走一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卷。哦，可以开店的呢哦。好，好，我们现在中间把空间让开来，这样子我们三位主厨准备。好了，两边刚刚在合作的默契上，跟在成果展现上啊，这个票数要怎么给？这个阶段获胜的是，准备1、2、3，举牌。小鸡蛋，是不是小鸡蛋了啦？
那两天我会买票去。不要说了。我们先听美云姐怎么说。嗯，在卷数上真的是胜过于晨晨这边的，亚文姐这边你包太慢了。真的实话。那在包的方面的话，乔乔是包的有比较漂亮一点，是不是？真的。那不是，来这边讲两句好了。其实月饼胖瘦没关系，但是最好是一致。对，因为你的你要有商业价值的话，你一定每一卷都要一样，不能说我今天买的是胖的，明天买的是瘦的。它每一卷其实包里像都像吉拿棒一样，都瘦瘦的。对啊，好，你是怎么说？其实现在两边呢，在包的时候都不好评分呐。那虽然说昌县这边八条八卷，那碍于公平起见呢，我个人这边把它拿掉两条最难看的，还是赢一条，所以分数就往这边跑。恭喜获胜。总分4-1，所以恭喜可以拿到三支波，好吧？武功不受辱，武功不受辱。三支波没有，我觉得我已经没有手了，老用头顶啊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祝苏老师4月26、27的演唱会大卖啊！这一定大卖的，肯定在我这个三个锅子的加持下，一定会卖。缺席，座无虚席，座无缺席，谁不缺席啊？我连参与都不会用。所以通常人家是陪什么陪同学去试镜啊，对不对？跟人家去应征啊，就人家跟人家去，人家没赏，我们赏，真的好可爱。谁来上节目宣传，结果他拿锅子，感受都不好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宣传效果已经做到了，4月26、27这两天，对不对？对，生命之歌。台北小巨蛋演唱会就这两场，赶快把握机会啊！因为这詹雅文的开玩笑，他的唱歌的功力是非常非常精彩，非常厉害他有这个夜市江蕙之称的，唱歌之细腻，情感之丰富，哎呀不敢不敢，又不会自嘲，哎呀没有没有，都没有，就跟曼南都没有了。原来的明白爱过过。原来你从来没有爱过我，现在没有，我有了，小英姐，你很热，我那个当扇子很好玩。这个新啊，这个演唱会顺利成功，谢谢，好，这个谢两位，也谢谢我们的达人，谢谢两位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好，生命之歌26、27，4月份哦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两场好演唱会，OK， 完。